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用圣经来建立教会。我们继续来思想以弗所书第五章上半段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继续操练啊，把这些关键字串联起来，好让它的神学主题可以浮现出来，然后就来思想这个神学主题要对我们个人的生命以及对教会的建造有什么样的形塑，有什么样的引导和什么样的一个纠正，那我们继续来练习这个关键字的串联，大家要有耐心，等到我们一到五集的关键字都串好之后，要跟各位进一步来分享，这个横向的问题。关键字是一节一节往下串联，很像是那个垂直面的，但是我们常常呢，在跟别人要教导跟分享这样的一种，关键字串联的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中间呢可能会被别人提一些问题，就是横向的，以至于你可能无法从第三节顺利进行到第四节，因为别人问你一个第三节一个问题，你答不出来，所以需要有一个横向的问题解决，那有关于一到六章的问题解答，我们会在一到六章关键字练习完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些问题解答的一个时间，帮助大家解决横向问题，好让你的关键字串联可以顺利的进行，好，我们继续 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关键字，就是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我们不会当啊，那怎么办，要学真儿子，耶稣基督嘛，所以第二节就是正如基督，所以我们要正如，基督，行事为人，都要像他一样，我们会发现，第四章跟第五章它重要的段落一开始都是一直在提醒你的行事为人，例如说第四章的第一节，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第四章下半段一开始十七节，你们的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那第五章一开始也说，你们的行事为人，要正如，基督一样，那第五章的第八节再次提醒你们从前行事为人以前不是光明的，是黑暗的，那五章十五节进一步有讲，所以你们现在行事为人要谨慎，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的一些书信里面，通常前半段就会讲理论，后半段就会讲实践，以弗所书一到三章就是讲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教会的奥秘，讲理论，然后四五六三章就是讲实践，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该，怎么样来调整，有那个果子可以长出来，好，所以那个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就是要，符合圣徒体统，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做任何事情要符合圣徒的体统。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很多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不正经的话，淫词妄语，戏笑的言语，甚至是一些世俗的一些言语，兴趣的这种世俗兴趣的追逐讨论，都不应该在教会里面发生，还记得第四章二十五节他说你们要个人要向弟兄们弃绝谎言，那不是讲一般的说谎，谎言就是指非真理，就是在教会里面如果你不是讲关于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然后神的旨意，然后彼此劝勉，用爱心说真理，说诚实话永远就是说真理，用这个真理彼此建造，然后不要讲一些非真理，有的没有的，那些都会把教会整个带歪掉，那我们今天教会要检讨，今天教会常常就是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还相当的多，真理有时候反而讲的比较少，好，所以呢就是说，这些有的没有的不相宜，那如果一直这样子的话就会怎么样，与基督的国怎么样无份，所以呢要留意，这个会与基督和他的国无份，那就这个就得不到产业啊，那就不是真儿子，代表你是假儿子，你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你根本就不算在神的国里面，你不是儿子，哇，那这问题就大了，那第六节告诉我们，那为什么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的人还会搞到这个不合圣徒体统，做一些不相宜的言论跟欲望的追逐，以至于跟这个国无份，因为我们会被一些，事情欺哄，还记得吗？如果我们不在爱心中，彼此建立彼此增长，成为这个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四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完蛋了，我们会做小孩子，会被怎么样，这个欺骗，随风摇摆，所以这边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再次告诉我们不要被欺哄，就是要在爱心中用真理建立自己建立教会，第七节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不仅不要被他们欺哄去了，而且不要跟他们同伙行事为人，不要再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第八节告诉我们，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光明的子女，所以第八节呢这边也是我们第五章上半段的这个神学主题，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做怎么样光明的子女，好，那第九节告诉我们
说你是光明的子女，你要有见证啊，行事为人要有见证啊，所以呢，你要有光明的果子啊，生命要改变啊，要光明的果子，行事为人要改变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光明的果子要怎么结？结出什么样的生命的改变叫光明的果子？第十节呢，教导我们要常常去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啊，主所喜悦的你就去做，主所不喜悦的就是与我们圣徒体统不相宜，就不要去做。所以第二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想要知道怎么做父神的儿女吗？你就要正如基督啊，要学基督，因为他是真儿子哈。好，所以呢，这边啊十一节继续告诉我们，那如果看见啊有人哈，他就是行事为人都是败坏的、不好的啊，不仅不要被他欺哄，不仅不要跟他同伙，甚至你要救他。怎么救？哈，你可能会很惊讶。第十一节，保罗说要责备他，要跟他讲你这样是不对的啊，把真理告诉他，要责备他，好让他在第十三节。受责备的人怎么样？他就被光显明出来，他需要被光照、被光显明，这样他才会有十四节怎么样？他才能够醒过来，不然他就是心地就是昏昧啊，好，然后这个无知不了解真理，他当然在黑暗中啊没有醒过来，当然所做的都是这些可耻的事情哦。所以十五节啊，保罗再次提醒哦，所以呢你们就是啊要醒过来，要警醒哦。然后呢，不要做愚昧人，应当做什么人？智慧人，哦，不要这样子当一个活死人了，日子过乱七八糟。要做什么人？智慧人。那什么叫智慧人呢？十六节就讲说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的原文就是赎回你生命中的时刻哦，赎回契机，或是赎回关键的时刻，代表你以前你不是智慧人，你以前是什么糊涂人，你已经错过了很多你生命中重要的契机，好，然后人生浪费很多时间。那如今呢，你要做智慧人啊，你要去查验啊，何为主所喜悦的啊，你才能够正如基督啊去学习，然后呢有光明的果子结出来，你就是光明的子女啊。所以怎么样，你要这个爱惜光阴，以前不会过日子，现在要会过日子，所以你要爱惜光阴。所以爱惜光阴的人呢，他就是一定会去明白旨意，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就如同刚刚我们所说的，要去查验主所喜悦的是什么。因为神赐光阴给你，赐契机给你，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怎么样，这个做他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去明白那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如何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就是这边所讲的要被圣灵充满，第十八节啊，所以不要放荡自己，不要放纵。我们前面有讲到嘛，哈，在第四章里面讲到啊，我们这个以前哈，这个行事为人很糟，然后呢就是这个无知，不认识真理，所以过一个放纵的生活。那现在不要过放纵的生活啊，不要喝，他举例不要喝酒，酒醉被酒精充满，放纵自己，他说你反而被圣灵来充满。那十九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让神让圣灵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使我们活出神儿子的生命。那我们就会被圣灵调整啊，被圣灵光照跟感动啊，就醒过来啊，就要彼此怎么样来用爱心说真理啊，来建造别人。所以这边要什么，彼此对说，方式很多元呢，可以用这个诗章，就是诗篇哦，颂词就是诗歌，还有灵歌从圣灵而来、感动而来的一些祷告跟这个颂赞然后呢彼此对说，彼此造就总要说点正经事，说正经话是造就人的。但第四章也有提醒所以呢二十节告诉我们，这样子就怎么能够怎么样，使我们在凡事上能够感谢父神那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儿女，要知道神安排一切，使我们生命可以被造就，可以长进，所以我们要感谢父神。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要彼此顺服，在这种肢体生活里面被圣灵充满，彼此对说，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成长，感谢父神，就要去顺服圣灵在我们各种的关系当中的彼此的顺服，就是神有时候会透过他提醒你、帮助你，有时候会透过我提醒你、帮助你，那就是要彼此怎么样来顺服。好，那我们就来很快来复习一下第五章的一到二十一节的关键字的串联。第一节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以前不知道怎么做神的儿女，所以第二节要效法真儿子，所以第二节是正如基督。第三节，因此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各种生活要有圣徒的体统。第四节那些淫词妄语、没营养的那些非真理是不相宜，不要讲、不要做、不要想。第五节，否则就会跟基督的国怎么样，与国无份。
那第六节仇敌会一直用、想要欺哄我们、所以第六节我们不被欺哄，好让这个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不要跟他们同伙，所以第七节是不要同伙。那第八节因为我们身份已经改变了，所以呢我们是怎么样光明的子女，行事为人要像光明子女。所以五章上半段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就是、要像光明的子女、才能够荣耀神。那光明子女第九节呢，就是要有见证啊，所以有光明的果子。那怎么样结出光明的果子，你就是想嘛，我们要正如基督嘛，所以来查验啊，基督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我就去做；基督所厌恶的事情，我就不要去做。十一节呢，面对那些啊想要欺哄你、叫你与他同伙去行恶的人，你怎么样要救他？所以十一节那些人要责备。第十二节那些人所行的很多事情，在主面前是可耻的。十三节他需要被圣灵光照，所以他需要被光显明。十四节他才会醒过来，不再做糊涂人。十五节所以要来成为怎么样智慧人。那什么叫智慧人，就是十六节，就是你要先赎回你的光阴，要爱惜光阴。十七节爱惜光阴的目的，就是要去明白为什么神还赐给你生命气息，所以你要明白旨意。然后十八节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不要被这些谎言、跟非真理来充满，而是要被圣灵来充满，你才不会放纵自己。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圣灵就在你生命中做光照的工作，你就会醒过来，你就能够明白神在你生命中很多的旨意、那你就会彼此对说、这个神的伟大、神的救赎、神的心意、大家彼此用爱心说真理，彼此造就。所以呢，是九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对说、这个真理。二十节就会一起来感谢父神的造就。二十一节神要让我们彼此顺服，因为我们彼此要用爱心说真理来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要有彼此顺服的这样的态度。那、在、五章的下半段开始跟六章就要列举三种在当时候社会最重要的关系里面来操练如何用爱心说真理来彼此顺服、那我们在下次会来讲解。那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我们就是要常常来效法基督。基督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定要去懂和明白。那你在读圣经啊，你不懂你怎么知道基督怎么想怎么做，那你就要去思考、为什么基督要这样做，为什么基督做这样的选择，那基督所做的就是我要做，我就能够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常常不断的读神的话语，就是像看镜子一样，不仅能够让你看到你自己的真相，还能够让你看到基督他长什么样子，基督怎么想事情。看基督看久了，你自己就会像基督，很像看镜子一样、所以我们要常常来读神的话，要认识神儿子的真理、那再来对教会来讲呢，也是一样。教会呢，就是一定要有见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教会的行为要有见证。如同第四章这边所告诉我们的，之前说身体要穿上新的衣服啊，我们身体已经被主耶稣洗干净，被建造起来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所以呢，我们要脱去旧人，怎么样穿上新人？教会很多事情啊，就是要来荣耀主啊，很多行为，这个丢主的脸的啊，让别人嘲笑、看不起的这种行为，真的在主面前要悔改。我想教会就是要有见证啊，要在形式上要配得上福音，要能够形式上能够效法我们的父神。做他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你提醒我们一二三章读懂了真理的理论，四五六章要来学习真理的实践、我们行事为人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各种非真理的淫词妄语嬉笑，那些没有营养的应该从教会里面被光照、被纠正、被弃绝，说、取代的是我们要一起来彼此对说圣灵充满给我们的这些提醒，以至于我们可以同被建造，就能够赎回光阴，好叫我们人生能够不再浪费生命，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淡江教会多年来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希望让圣经的真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除了在网络上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淡江教会教育中心，开设实体的课程，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请立刻上网或在脸书 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就让我们一起装备现在，改变未来。